我能行于太极八尺拳，第一节四正手，有马踏、虎扑、虎拖、胎端四个行语的打法用法组成。我先讲马踏，为什么把马踏放在第一个呢？冲锋陷阵，战马勇往直前，可以单马行，可以双马行，单马行都可以。对方不管什么进攻，我闪身时间用单马行；对方爆头撞裆的时间，我用双马行。所以马行用全身发力，他这个是抬着往下打，往下打冲是坐步啊。我们这个拳里面没有弓步。弓步的打法，打别的时间把头送上去了，对方轻轻一个摆拳就打倒了。记住，行拳里面没有弓步冲拳，一定要记住啊。我们有的，我们单马行的是倒弓步啊，靠也是倒弓步的，没有弓步。正面也是，接踢踏抖踏。侧面是接踢踏抖踏，接三点接手，接三点接手，踢接是双碰击啊，接住就打了，踢横啊，横踢起来以后，然后弧形再踢起来啊，看踢踏踏坐步啊。他集体坐步啊，他抖他，你第一次他没他倒，鼻子加一个抖劲，抖单双手他。我动作讲得很细，马行是往正前打的，记住